结你一根逃生绳，你知道如何打结才会更安全吗？首先，我们要寻找一个牢固的锚点。寻找好牢固锚点以后，我们把逃生绳绕过去。绕过去以后呢，把绳头撇过去，从中间给它拉出，让它形成个交叉形状，大家看没有？然后给它收紧，收紧以后，把绳头在上面给它打个半结，加固。这样一个牢固的锚点，我们就制作完毕。当我们的逃生绳不够长的时候，我们需要连接逃生绳。我们怎样快速安全的连接呢？首先，我们把两根逃生绳左搭右，然后右搭左，给打个平结。搭好平结以后，把绳头在上面打半扣加固，这边也是一样。打半扣给它加固，这样的一个安全的逃生绳连接结我们就做完毕。